者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想法，会很喜欢现在的深水埗，都想自己的作品可以在这里发表，但未必个个有这个渠道或者有这个机会。那我就想是一个平台，一个空间给大家可以有个地方去发表自己的作品，又可以聚集大家一起互相介绍一下、认识一下，就跟平时的文化屋不同。所以我叫今次做文化屋一个集市，一个市集这样。其实香港的设计啊，香港的创作是很好的，不是只是香港人认识，比台湾啊、日本啊、其他外国的都可以认识我们香港的设计。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空间，我们用空气来形容，我想有些新鲜的空气给香港人。